哎呦，这都能甩着我。凶啊！找他补车的时候，哎，干他一波。我车不要，但是我要杀你人。你要干啥呀？哎呦我操，这阿木木打完红就赶客来了。哎呦。杀木乃伊去，哎兄弟，在一处海边的悬崖上，我遇到这波螳螂杀这个阿木木，有我们一半助攻啊。我肯定过来帮你，你放心兄弟啊。等我收完这波兵，好吧。这个阿木木他肯定好不了，我肯定过来帮你，你放心。回来吧，来，这个阿木木指定打不了这个野，来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是给有福。你放心，这人赶客我指定不能让他好过。谢你也收了。哎，为什么没晕呢？这个回家出攻速海。一回来有不可阻挡，我知道。那我还能不知道吗？那一肯定没办法晕，但是一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能晕着的。透过面具，我看到他的真容。算了吧，不好杀。啊，木木去哪儿了呢？自从他被杀了以后，人销声匿迹了，整个人没了。啊，出来了，舔我来！你是真他妈的！不怕死，我发现了，你还敢舔我？
你四级小光头要舔我六级永恩，我都站那儿让你舔，你的红也没了。今天啊，赶个我。拜拜。哦，卡白飞了，他不能来下路越塔，你知道吧？下路去越塔，卡牌指定飞。拆他中塔，这就不管了。就中路一直拆就行了，我们就在这拆吧。那怎么二杠二了呢？中风。让他收不着车，好的。这波试试再杀他一次啊！哎呦我操，这挺烦人的，这大招空了挺难受啊！哎，有红这波没杀了，确实挺难受的。二兽鞋追吧，这两个人可挺有意思的。可以，你给我蹲死他。喜欢蹲人是吧？刚才那阿木木是用了一个 Q 闪，是不是？是不 Q 闪？是 Q 闪，刚才是 Q 闪。不好除啊，还是这样吧。来个小药瓶。对，你把这收完，然后你再把他杀了。耶，这螳螂走了。这你不把这小光头给他杀了？呀，这戳不到。这家伙，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？这多大仇啊！啊，多大仇啊！咱有这么大仇没有啊？这干哈呀？你说不就偷个鸡吗？像精神病似的。能干点啥？你说，至不至于啊。一回来 R 下去，再 Q 跑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想的倒挺多。
我吃你们家鸡，你有脾气是吧？我今天还就吃了，怎么样？我不仅吃鸡，我还吃红。小维音刚才杀我，等他一波啊！你看这里是有眼儿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维音不可能回去的，他百分之百得出来。一个辅助他不会怕的。卡牌可不太好杀，我才发现呢，我们这才杀了一个人吗？到现在才杀了一个小光头是吧？哎呦我的天，可真不容易，67个刀的卡牌。这小兵能不能别乱晃了啊？我并非来自拯救，算了，回家吧。真的，我每一回让这个小光头跟那个卡牌，哎呀，其实也正常，他俩都老赶上我，他重侧重点是放在我这儿的，我们家队友肯定能起来。你瞅我那中路，一会儿来一波，一会儿来一波，一会儿来一波，多少个人呢中路？人都不让动，你看吗？就人根本就动都动不了，这人。武器退了，哎，退不退其实他们也够呛，你知道吧？那都没有补刀，那就硬杀人，那有什么用？你说除非他们家打一波非常完美的团战才有可能有机会。先把这维音杀了，飞我！
这怎么的呀？头大是吧？给我显摆自己头大呢？往后点啊，这阿木就盯着俺们，往后点，一定往后点啊！他怎么不舔着寒冰呢？我就纳闷了。那寒冰这么装，他不去舔去？推中吧。给耗没了，中风。打闪飞尸了，推了吧，飞尸了。